全部的资料都 get 回来的话，in it today 哈，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话哦，就是在这个焦点上面，它其实基本上要不就找所有的 bugs 一，我发现里面每一个都是 bugs 一，它焦点即时娱乐哈，每一个都叫 bugs 一，或者是另外你也可以有个方法，就是找到它的最上面叫 tab content，那把这个 tab content Ctrl C 哈。然后 Ctrl V 贴到哪里？贴到这个我们刚把那个刚刚 box 底线一哈、哦、改成 tab content，哎，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等于是所有的新闻哦，而不是只有第一个新闻。然后因为 tab content 也是只有一个啦，哦，应该只有那一个，那我就把那一个哈、哦、把它找到，那把它里面的东西哈、哦、及时秀一下。应该就是里面看到结果，我看一下里面其实目前看到哈，焦点就是毛，什么惊叹号，毛是哦，毛是2公尺，棺材躺毛是毛毛的是哦，OK 哈，好毛哈，我也是好，然后最后一个是新垣结衣，OK 哈，好。那如果我要把这些执行的话，其实我只有改这个地方，其他都没改。执行看看，哎，看一下，哎，怎么还是这个？哎，新垣结衣在这里，然后你啊、哦，然后黄之锋啊，没有，他可能又更新了，他每一秒要更新一则。那最后这个啊、哦，那应该我刚刚看啊，看还有下面一个这啊、哦，对，长期胃痛、胃抽痛，OK 哦。OK，那这样就应该没有问题了，所以你们可以再去试试看啊，只要就是说利用类似 EC 的类，有点像抽丝剥茧，先抓某一个区块，再去抓这个区块里面我们要的东西。那未来如果还有更复杂的啊，我像我以前遇过，就是我先抓这个区块，再往里面再去抓那个区块，再往里面抓那个区块，哎、啊，就找到我要的东西，就是慢慢逐步缩小范围的方法。OK 哈、哦，所以这是方法二啦。就是它没有 class 的情况下，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一样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哈、哦。那再来的话，今天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呢？下载那个说汇率啊、哦，比如说我今天要抓什么台银外汇啊，当然呢，未来你也可以自己去找，不只是台银外汇，其他的金融机构也都有外汇资料，一样可以类似的方法都可以哈、哦。所以之前我有出一个作业，请同学抓台银外汇以外的所有的银行，哦，把它抓下来做比较。OK，好、哦，哎，有同学都很认真，回去每个都把它抓，哎，真的没有问题，也都可以把那个所有外汇资料爬下来，甚至你也不止爬那个台湾的、啊，爬全世界的，对，哇，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全世界，那你是自己再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做一些什么一些逻辑、一些整理、一些可能有没有演算的方法，OK 啊、哦，比如说今天哎看出来，哦，原来今天是为什么会。哎，所有币别都贬，反而台币啊、哦、稍微涨，所有币都跌，哎，只有台币升，原因在哪里？跟什么有关系？对不对？哎，背后是不是说等等，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不是这方面专业，会不会是外资超就是想要避啊、哦、或者怎么样避风头还是怎么样买台币啊、哦、诸如此类的，或者是央行自己在后面做一些动，我不知道。OK 哈、哦。那所以这些资料很重要，我们可以从客观的资料里面再去做分析，啊、哦，那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我希望把什么，把也许我需要的部分哈、哦，其实就是这些区块，包含从币别这个栏位一个栏位啊，第二个栏位这个是第一个栏位，第二个栏位就是本行的买入跟卖出，好、哦，然后呢第三个栏位就是本行应该是现金的哈。哦然后这个是集齐的，集齐的是第四个栏位，这个是第五个栏位。那如果假设了哈，我希望呢能够帮我把这一个存一个 CSV 好了，或者将来可以塞到资料库好了，那怎么做？OK，而且它会变动，你也许一段时间自动抓、自动塞到资料库里面，或是把它转成 CSV 啊，丢给你老板，你知道，比如说老板，哎，你直接干脆帮我把它存成一个 Excel 档，哦、啊，直接寄给我。OK，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如果用 Python 自动执行一下就好了，你随时要老板马上收到了，而且你其实也不用做什么事，就是执行一下程式就好了。OK 哈，那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先观察一这个币别，按右键在美金上方按右键检查一下，那看到一下它的 DIV， 哎，又是 DIV， 所以其实以后你会发现网页很多的那个 DIV， 然后它的 DIV 名称叫什么？哎，叫 DIV 叫做，我跟你等下确定一下这个，哦，按右键检查一下，哦，不对，应该上面这个是它叫什么 ？Visible Font， 它有两个哈，一个是 Print Height， 所以理论上的话，我们应该用 Visible， 然后一个 Height， 哎，为什么会 Height 的哦？其实你们可以把这个网页哈，把它怎么样了，稍微缩放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你会发现。哎，这个时候呢，它变窄了，手机上看到只有现金。当你网页打开宽一点的话呢，它那个什么呢，集齐的才会出现啊。所以它有两个 class， 一个是 for 手机的，一个是 for 网页的哦。OK， 那理论上我们应该是抓那个网页的部分啊，所以币别部分我检查一下这个币别这个地方哈，然后应该抓这个资料哦，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集齐的部分。那不过现金跟集齐哈，假如说你会发现呢，如果我把右边显示出来，你会发现集齐又不见，所以我可以把上面这三点点点一下，可以把那个 duck 有没有 ？duck 就是它预设原始码检查会在右边，你可以把它放到下方，不然的话它宽度因为变窄，所以你看集齐就找不到了，所以什么？把它 duck 到下面，有没有？它就跑到下面去了。那我这个时候呢就不会影响，哦，这个可能是一个技巧，按右键检查一下。那这个的话，它的 class 哦，它的 class 叫这个，叫什么？叫一样有个 print height 啦，不过其实这一串都可以，或者是你直接抓前面这个就可以了，叫 range content 然后 catch， 哎，它又有一个 test， 其实到这里就可以了，哦，然后这边一个，这边一个，哎，不过你会发现哦，买入跟卖出是同一个 class。然后这个集齐的话呢，它叫什么？它叫 range content slide， 哎，集齐的。啊，底下这个也是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哦，它的关联性哦，哎，似乎就是什么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叫做这个叫什么 hidden font， 这名称怪怪的 ，OK 哈，哦。然后呢，配合两个，一个对两个，哎，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帮我输出成一个 CSV 档，有五个栏位，该怎么做？来，请各位先试一下，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就是怎么样？第一个，我们知道它的 name 啊，所以我们用 SP， 就是用 Beautiful Ship 啊，去做 Find All， 把它的所有东西先丢到 Data 底下 name 的串列。那 Find 什么？一样是 Find DIV， 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下。其实基本上哈，就是利用这边按右键啊，检查一下，哎，它会出现在这里，在这里，好，然后它的 class 名称就这一个，啊，实际上我讲过了，其实你可以抓前面这一个叫做 hidden font， 把它复制贴到哪里呢？贴到这个后面 hidden font 就 OK 了，好，所以第一个我的名称就先丢过来了，那这样的话呢，里面这个串列哦，就会抓到的就是所有的那个美金，好，一直到。美金一直到人民币啊，所有的这个名称，那底下的这个什么现金的部分哦，你也要按右键检查一下，它这边叫做 range 这个 content catch 啊，其实旁边下面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其实两个会是变成说一组的，所以呢，等于是说它那个串列啊，会是名称的两倍哦，因为一个名称。会有一个买进跟卖出，所以是一对二的关系，哦，这就相对的比较麻烦一点点，啊，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啊把这个名称复制啊，它这个的前面的那个标签是 TD 哈，哦，不是 DIV， 所以 TD， 然后把后面的 class 名称复制，然后这个也是一样，把它复按右键检查啊，这个也是 TD， 然后它是什么 range content slide， OK， 然后呢就把这些。分别就放在这里，然后并且怎么样？我先把它先 print 给各位看一下好了。理论上你可以发现哦，我 print， 假设我 print 这个 name 的部分哈，那它就是美金。那如果我 print 那个什么呢？买进卖出的话，我就 print 集齐，哎，像这个应该是现金的好了哈。OK， print， 那它就是一个串列。
但这个串列部分的话呢，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你会发现哦，这个名称部分哦，前面会有一些空白，后面有一些空白，所以我可以用 strip， 啊，点 strip 把后面跟前面的空白全部去掉。OK， 那第二个的话呢，哈，这个是名称的部分，所以它里面的话会有这一些，到一直到人民币。那再来的话呢，底下就是我第二个串列，就是说那个买进卖出的。 这两个，它一定会是什么？它一定会是一个 TD，TD 就是一个储存格，储存格的部分的话就买入，那后面的话呢，哈，会配合一个什么呢？在下面就是什么卖出，哎，所以买入卖出，买入卖出。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哈，它里面得到的这个 DIV 哈，如果我算它的 LEN 好了 ，LEN 就是它里面总共几个，哎，那 NAND 的部分哦。 跟这个现金的部分哦，相差应该就是差一倍了，啊，也就是说呢，哦，那个名称，这个现金的部分哦，它假设名称19个，那 data 一就是现金部分会是2倍38个，为什么？一个买入一个卖出，买入卖出，哎，所以哦，最后我大概知道这个概念之后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把它 print 出去？那 print 的话特别注意哦，我先把标题输出，然后呢再把这个里面的所有串列哈、哦，把它 print 出去。那 print 的规则基本上我把它先执行给各位看，哎，输出这个是我要的结果。所以上面的话会有标题，总共会5个栏位，币别、现金买入、现金卖出、集齐买入、集齐卖出。那可是问题来了，我要怎么输出啊？第一个我一样用 format。 给5个大括弧，后面加一个 format， 那当然第一个大括弧里面就放什么？放 data name， 第二个嘛，我已经开始。OK， 这个应该点 test， 后面加一个 strip 就可以 ，strip 是去掉前后的空白，那它就不会有那些空白了。OK 哈，那再来的话呢，哈，后面的话怎么做？后面是关键哦，特别注意哦，后面这一串哦，很长一串，那基本上呢，我怎么去？ 把这个一对二的东西写出来，那其实特别注意哈，我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呢哈，我用了一招了哈，就 data 一，如果因为它是一对二，所以理论上如果我今天把一个 n 的话，那这样不对啊，它变成说哈，它会变成如果是现美金，那它只有什么买入啊卖出就变成什么，它可能会放到下一个去，所以这样关系就不 OK 了，所以怎么办？ 我要抓第一个，也抓它的第二个，有没有？先抓第一个，抓第二个，那、啊、应该是抓 index 从0开始，所以应该是抓0，再抓一，所以我想了一个方法，干脆我就把它怎么乘以2，哎，0乘以2还是0，但是如果它是下一次的话，1乘以2变2了嘛，0，那、啊、后面的话呢，后面这个数字哈、哦，你就直接怎么样，把那个 data 1用什么呢？ 因为它的下一个就怎么呢 ？n 乘2什么加1就可以了，明白吗？第一个，n 等于0的时候，那乘2还是0，那0再加1就是0，变1了。啊，下一次的话 ，n 变成1的时候，它就变2，那后面变3，有没有？哎，这样跳，哎，刚刚好，有没有？就符合我们要的规则，1对2的规则哦。哦，因为这个我想很久，到底用哪个方法？ 比较简单，所以后来想出来这个方法是相对简单的。当然还一定还有别的方法，你们可以试试看啊。那规则就是一个名称对两个，一个买入一个卖出哦。好、哦、啊，我想到的是这个方法。如果你还有更好的方法啊，也许你可以提供给我，哦，可以在影片下方哦告诉我一下。<笑>好了，这是我想出来的方法，应该可以理解吧？哈、哦，那当然呢 ，data 2也是一样，所以把它复制一下。哎，1跟2，然后这边后面再复制 data， 就是前面是现金嘛，哈，那 data 2的话就是集齐 ，OK，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做出啊，把它 print 执行，那你可以看到，它就从网络上帮我把资料抓下来了，这边啊，后面好像括弧少一个，啊，有没有这个 format 括弧后括弧，这个是 print 后括弧少一个，啊，把它执行一下。好，这样应该 OK 了，不过还少什么？
忘了把里面加什么，加点 test， 所以后面的话哦，还要再点 test 串在那个这个的属性后方，这个的点 test 跟这个点 test， 好，后面都要中括弧后面都要点 test， 哎，少一个了，好 OK， 好，把它 print 执行一下，这样的话应该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要的，有没有？一美金有没有？它是币别。 这个栏位，现金买入就是这一个，现金卖出就是这一个。OK 哈，买入卖出 ，OK 哈。那像我之前是用那个什么呢？日币的时候，我是当它是用，因为我放我的账户里面，我是买入嘛，所以我那时候买的是 0.266 的时候买的，现在已经是29多了，所以感觉哈已经。 大概有打到9折的感觉了 ，OK 好。那另外我会办一张那个叫什么双币卡，有没有？因为一般刷卡不是要会有那个汇差，那那个双币卡是说我那一张卡哦，到日本消费，他就直接扣我的日币，不用收手续费，直接扣，完全没有手续费，哦，所以这样又省了，所以去出去玩的时候就感觉哎，买起东西来，整个就。 觉得哈，就会比较有消费力一点。OK，提供各位参考了啊。这个东西当然，我们重点是如何把它抓下来。抓下来的话，其实有点像填空题嘛。所以这边的话就是抓它的 DIV， 跟后面的 class 名称。那 TD 就是它的储存格嘛，然后它的东西，这个现金的部分 ，TD 这个是现金，这个是集齐，那这个是一对二的关系啊，再把它 print 出去。 那后面如果说你要输出成一个 CSV， 我们前面讲过，有没有 CSV 的话，就把输出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再先开一个档案，然后呢再把它写出去，就 OK 了。好，啊，其实在云端上我好像有放，在我那个说明里面哦，刚刚写的就在这里，输出成 CSV 档，其实关键就在这里，有没有把那个什么呢？ 先开一个档，也许叫 rent 点 csv， 然后一个 write， 那把 s 给输出。不过因为我们刚刚是 print 对不对？所以 print 如果假设 print 就没有办法串一个 s， 所以我们刚刚的输出就变成说，你刚刚的 print 要先把它丢到 s 里面，然后串串串串串再把它写出去。OK， 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那个从网络上捞下来的东西直接就存成 csv 档，非常的简便。 OK， 啊，这个答案的话呢，在云端上也有 OK 哈，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吧哈。啊，另外底下我还有做一个说明，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 Beautiful Soup 里面，除了可以用 Find 哈跟 Find O 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叫 Select。那 Select 其实用法你们可以比一下啦 ，SP 我们刚刚是点什么？点 Find 跟点 Find O 对不对？ 那点 select 其实用起来我是觉得差不多啦，你们以后看看习，不过我建议是不要多记一种，如果两个结果是一样，那你干脆用一种就好了。啊，有些书里面很奇怪，一下写 find， 一下写 select， 一下也写 select， 一下写 find， 哦，啊两个都用，但是最后我觉得弄那么复杂，最后到底哪一个好像觉得是不是有不一样，其实没有不一样，哦你干脆统一啦，所以我基本上我的范例里面哦都没用 select。 都用 find， 主要是说如果一样的结果啦，我干脆用一种方法就好了，我用那么多方法干嘛 ？OK 哈，但是我放在这边给各位参考 ，OK 哈，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哈，试一下，所以特别注意哦，刚刚的部分主要是我的名称美金哈，它会一对二，一个买入一个卖出，现金跟集齐。 所以一对二，那我想一个方法，就是我干脆把那个 n 乘以2，后面的话 n 乘以2把它加1，就是 0123456， 哎，这样跳 ，OK， 啊，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一种解法了哈。哦，我现在想不出来更好的嘛，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哦，当然欢迎再告诉我，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哦。那当然，我的程式务求就是说，尽量一是直觉的。 就是看到我就知道该怎么写下或写后面的东西，都不用特别去背它。第二个的话呢，程式越简单越好。所以如果你看到我的程式里面哦，
有相对，你要想到更简单的方法，哦，欢迎你告诉我，哦，我可以把那个你这个，如果是真的是简单的方法，那我就把这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啊，放到我的课程里面，也许再做一些修改吧，哈，将来下一次上，可以再把它调整更简单一点点，哦，不过我想了，哦，我它放在云端上的程式已经够简单了，哦，我把可能不需要的东西都把它剔掉了，程式真的没有几行，但是它的效果我觉得还蛮显著的，因为以前哈，像爬网络资料，会用其他的语言写过，但是写来写去真的哦，发现哇 ，Python 写爬虫真的太简单了。目前来看，应该没有一个语言哦，能够写得像它这么简单。真的，以前我用 Java 写过同样的东西，程式码至少是这个的好几倍，写到真的是会吐血哈。现在发现哇，怎么这么简单？啊，相对的，这个 Python 真的大大的让哈我们的程式，第一个相对直觉啦，第二个的话呢，主要是利用那个 beautiful soup 配合那个串列啦，因为它回来就是一个串列，然后把我们抓到的串列里面去取得我要的，像是里面的文字就点 test， 哦，那点get HR 哪一些属性，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哈，我们就可以看到网页上有什么，就可以把它抓下来 ，OK， 大概是这样子。那当然，未来还网络爬虫，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一般状态。如果说有一些是它本来就不想要让你抓，也就是防止你要抓的话，当然还有很多方法。那比较常用的哈，其实我在云端上也有放啊，当然云端上我还有0605，就是抓那个台彩跟股市的。如果回去有时间，因为我们今天最后已经是最后一次上课了，所以后面的范例哈有解答，请各位哈如法炮制，自己回去再练习。不过前提是你先把简单先练习过吧，哦，再练习相对复杂一点的啊，答案都在上面，你可以照着操作。我想应该程式码应该 run 没有问题。那另外的话， 0606是截取上柜资料的所有资料，哇，非常多，大概好几年的资料，哦，如果你想要练习啊，塞到 MySQL 看看能不能爆掉哦，或塞到 SQLite 看看那个资料会不会爆掉，哇，那资料非常多，大概有好几十万笔，啊，百万应该有十万笔应该是有 ，OK 哦，非常大量的资料啊，你可以从网络上爬下来塞到里面去。那最后0607这个是什么？叫 Selenium， 这个其实就是解决什么？如果有一些网页哈，它就是防止你去抓他的资料，他一定要按一下什么，或者是输入一下什么，或者输入账号密码等等的，有没有？只要是滑鼠键盘能做的事情，你也可以抓得到。啊，这个神灵的意思是说，它这个套件哦，就是可以模拟滑鼠键盘的动作，你先做一遍，把动作录下，有点像是 Excel 里面录制剧集啦。录制剧集之后哈，它会自动帮你再跑过一遍。跑完之后，最后看到的 data， 你再去用一般性的状态、一般性的方法再去把它抓下来。好，基本上哈，像已经很，我想大部分本来抓不到的东西哈，也都可以抓得到。啊，比如说有些网页它一定要点一下、按一下，然后再输入什么，它才能够把资料跑出来。哦，啊，如果你是用刚刚的方法，可能还是会有问题，那怎么办？你可以配合这个叫做 Selenium， 它可以模拟那个滑鼠键盘的动作。哦，不过呢，这个地方可能稍微麻烦，因为它还要去下载一个 Chrome 浏览器的 driver。哦，它要做蛮多事情。不过我有逐一的把画面哈，把它截图下来。哦，而且可能还会用到需要用到 Firefox， 不是 Chrome 浏览器哦，是 Firefox 的那个另外一个浏览器的外挂，稍微麻烦一点。哦，但是如果说你未来哈，会有需要用到再更进阶的爬虫的话，哎 ，Selenium 一定是绝对一定要学，而且要熟的。OK 哈，啊，另外当然还有更多啦哈，反正网络爬虫的世界啊，如果你想要能够精进的话，有太多的挑战了。哦，网络上面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网站像，比如订饭店好了。它其实有很多东西哦，也是去爬人家的东西啊，然后再去
帮你收集一个结果，啊，再告诉你，然后呢，卖你一个价钱，是高，可能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啊，不过你可能还是愿意付这个钱，比如你出国好了，你大概还是 Agoda、Hotel.com， 对不对？或者 Hotel Combine 等等的，哎，它背后其实很多都是利用爬虫，把一些讯息爬回来的，然后提供给你。OK 哈，所以基本上哈，如果你想要做一些这种网络上面的相关服务的话，那当然网络爬虫是绝对有必要的，或者说你可能是每天都要去爬取网络上的固定的一些网站资料，或者是说它资料量网页数量非各种的，比如说像外汇好了，光外汇哈，国内就不知道几十银行的话几百家吧，上百家，然后国外的话银行要更多了，所以如果你想要是一个 global 的，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data 的收集，了解全球的汇率状态，那当然你就有必要，你不可能用人工吧，你可以怎么样，写一些爬虫，把所有的资料都汇整，然后自动看看能不能会画一些视觉化的图，有没有自动把 data 报表做出来画成图，那画图哈，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什么呢？我云端上面的第12个单元，好，用这个叫 MATPLOTLIB 这个东西，非常简单，它有点像是枢纽分析表里面的那个什么，这个枢纽分析图，你就把报表做好，丢给他，他就帮你画好，看你要画什么图，都会非常简单，你可以画单一个图，也可以画复合图，多个图，子图里面你要怎么摆都没有问题哈。那这边的话，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哈，可能也可以稍微看一下。OK， 就这些。那其他还有哪一些画图啊，或精简图等等的，其实程式没几行。那其他还有就是说，如果你要跟 Excel 串接的话哈，这边第七个单元，可能你还要多学一个叫 Pandas 的东西。那 Pandas 本身就可以处理 Excel， 可以 read 的。也可以 write， 可以 read， 也可以 write 啊。不过 Pandas 你要额外安装，它有点像是 Excel 里面的试算表加枢纽分析表的所有功能都有。OK， 所以 Pandas 还蛮推荐的。如果你要再更上一层楼的话，可以把 Pandas 稍微了解一下。OK， 好，然后怎么跟 Excel 做互相的资料交换，这边都有提到。OK， 所以回去的话了，当然今天因为是最后一次上课，所以我们就做个 ending， 那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所有的东西呢都在云端上面，所以我建议啊，如果你将来想要保留这资料，因为我不保证说这个东西永远都会在这边哦。OK， 你可以自己下载，上面这边有个下载，你自己再把它备份一下。啊，另外的话呢，影片部分呢，有没有这边把这个上方有个箭头啊？不过好像要登录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哈。你们有没有按一下这边下载？不过不要在这边下载，不然它会塞车哈。然后再来就是说呢，我们的影片哦，我今天的上课也会传上去。所以呢，如果你想要保留这些影片呢，或者你可以用一些，或者你自己写一个 Python 程式把它下载，会更有成就感。我想说，干脆就抓人家的程式那种。好像有一个程式叫我比较常用叫 4K Video Downloader， 你打 4K Video Downloader， 啊，那个程式就是它非常方便，你就把这个连接贴上，它就影片全部帮你 download 下来了。OK， 还蛮方便的，那就是你自己在备份一下，因为这个影片理论上会放的，但是会放多久我不敢保证。OK， 好，那这一期的课程哦，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好了。之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或者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是记得要那个点赞，按订阅，记得要启动你的小铃铛。我看 YouTube 都这样，OK， 虽然我的订阅，我后来发现我订阅人数不算太少，我看很认真在做的订阅人数都没有我多啊，OK， 好。那这一期课我们就时间也差不多，不然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了，OK。